呢种功夫叫做异牛分支，听个名字就够晒恐怖啦。呢个系实打实嘅较量，牛系唔会留情嘅。一个人嘅力量又点能够制服两只壮牛嘅力量呢？释行情大师用嘅系以意领气，气与力合，以气壮力，力发制牛。呢个就系少林气功以遵节上乘嘅奥秘。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四块，真系无人可比。钢叉刺腹，而家要练嘅系双峰贯耳，脆弱嘅太阳穴要承受千斤之力，头颅仲可以安然无恙，少林气功真系玄妙啦！发力，运劲，就算你系牛魔王啊，我都要打低你。想撞钟，释行前大师运用了少林气功的精髓，气由丹田来，依旧丹田发，并少林寺力从气出，气引力后，练到上乘境界，气同力就能够达到混元一体啦。肌肉身体就能够承受到惊人力量嘅打击。少林真功夫真系令人叹为观止。武僧瞓觉都练功，今日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如果长年累月是这样，真是没觉好睡。这个足以证明了今天的少林武僧真正能够继承和发扬少林真功夫。